竟然谭龙飞是你爸爸。谭旭宇对我来说都很重要，不准再接近这个人，因为他是你儿子，所以我不能接近他。因为他是前科犯。是不是因为他是前科犯，所以你不愿意承认他是你儿子？他亲口告诉我，希望陈鸿飞是他爸爸。你一直在意的只是陈鸿飞。我为什么不在意啊？不是因为他你不会被绑架，不是因为他我们不会离婚，他毁了我们的生活，在你儿子的心里他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跟你死前不，你今天为了一个外人居然在我面前说出那么忤逆的话。他是女儿实话，我再是外人。他不是我爸爸，他不可能是我爸爸，他不配。